Fighting 今天的一个比，对，好久没有放过的一个 Pan BBS 弹比啊。今天看买这根的话是之前看到好像新出，因为我没有故意太注意那个笔弹，然后最近出了一些新笔，我也没怎么注意到。然后看到这根笔，然后它好像换了包装，然后出了一根新的笔，然后这个型号是那一个350。350啊，不是250，350啊，反正350吧。但这里写好像是没有写到啊，反正没有写到，有，这里350啊，反正对。然后颜色的话，反正挺多的，黑色、金色，然后红、粉红色，对吧？反正铝合金嘛，iPhone 那种配色啊。然后我先把这个包装给打开一下，那少数它是一个那个什么，就是这个，对，纸盒啊，反正就对。算是没好一点那个包装吧。之前包装其实我也不太，之前包装反而好像整个全纸的，然后黑黑的这样子，然后这么一打开，反而是这样子一个，反正现在所有的笔，我觉得吧，就是这样子有个情况就不太好。你看之前拍过多少根笔都这个笔盒，然后就这里换一下 logo，那其实就是说，工厂有什么你就要什么，那其实说，在你还不如说直接用随便用个纸盒包装做一下就算了呗。就有时候做这些东西其实挺多余的，像这种包装设计啊，真的。然后这根笔好像是可以换那个圆珠笔，还有那个钢笔的一个，对，我随便买一个绿色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通常买笔其实我是买蓝色，然后拿起来手感不错。好，这个先放一边去。然后首先是这样子一个情况，拿起来非常跟无印的这个一样，拿起来非常冰冷，但是它比无印的这根有重量感。哎，终于有一根没那么词穷的笔了。好，我们先量一下这个尺寸啊，这根笔有点小兴奋，我一看到的时候，对，偏短的一根笔，看起来挺粗的，但是用看现在量起来还是比较短的，13.3左右的一个长度。粗度的话，反正还是可以。那现在其实这么看来，评完这么多笔了，其实也有，70多级了。那无印的笔还真的算比较细的，而且最近很多新的笔都把笔夹给去掉了，几乎都没了这个元素，也不是什么坏事。但个人很喜欢有笔夹的，因为真的会放在衣服。我有一支真的会放衣服啊，对的。好，那个先不说那么多，上面呢有一个 Pen BBS 的一个 logo，这个是一个丝印的，不是雕刻的，但是。现在这么看，其实有点雕刻的效果。如果我视觉上看，有点能骗人，能骗人。这个350这样，然后应该是旋开的，对，果然是一个旋开的。哎，这个做得不错。然后旋开的时候，它这个手感非常的好。哎，你们听一下，对，有没有很精准那种感觉？就是没有那种你这么开始的时候，没有那种就晃的那种感觉啊，非常好，非常有精度。然后里面是一个塑料外。应该整个都塑料，如果这么看，还是说某些是塑料的，某些不是。现在摸的时候，因为金属壳做得很薄，所以或者也可以喷涂，所以说很难分得出来。但这个就很轻，这个就重。这次就因为平常是这个重，这个轻啊，我右手这个轻，那这次就不一样，反过来了。然后笔尖上面一样也是那个弹笔常用的就正常的一个尖。然后打开的时候，你看这声音，里面就差别很大。你看这里就会晃了。但这个笔帽跟这个你看，对，这完全就是能看到吧这个差别。然后呢也是一样，反正记得每一次用这种笔的时候，记得这边打开啊，然后再看它打开的一个方向。因为弹笔之前有出过这个新版的话是出过这个问题，就是说我笔帽和这个总成旋开的方向是一样的，导致我这个笔帽转起来的时候，整个总成。塞在笔帽里面了，后来改过个新版的，老外很多时候都问这个问题，然后这个也是常见的一个那个什么，就是一个吸墨器，没什么特别。那么现在这么看，最重是这个部分，那这个可能真的是，也说不准了，这个是不是铝合金，真的不确定啊，反正，应该是这个真的铝合金，然后这个是塑料。这个好像不能这么掉。好，那个就先那个颜色上面来讲，有
反而没有看哪里不一样，但这个好像我视觉看起来好像有点小黄点，不知道是因为它上面的那个 finishing 就是磨砂处理不一样，还是怎么回事？还是说它这个因为都是面面分明这个圆，然后就有一个对比这样子，然后整根这样子反而放起来也是装饰感比较重的，这样一根笔重量感挺好的，但不会太轻啊。因为像树脂那种笔的话，我觉得轻点好，但是像这种的话，铝合金的话还是有点小众啊，就金属嘛，毕竟是。那我上一下墨先吧，然后因为它这个笔尖看普遍弹笔的笔尖是比较大的，你们可以看得到。那这个尖的话，我是买了一个，应该是我看一看了哦，看一下，这里有没有写了？好像没有写，但正常应该是 EF 了。我觉得正常，反正有这些就买这些。钢笔也很少看见说哪一个尖断货这样子一个情况。那我先把墨拿过来上一下这样子。因为弹笔的话，其实它的那根活塞笔，我觉得不是那个三什么，还是新的。之前现在其实不算新的，之前算新的那根活塞笔，其实我也想买，但是我觉得它不值这个价格，我就对我就不想那个了。我也不太想录那根笔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录来没什么意义，做什么就做那个评测意义不是很重大这样子。那个插一下线，我还是好先试写一下一样的例行公式。好的，那写完以后，首先我不知道我手感问题还是什么，你们看着这个尖，用起来好像弯尖的感觉，有没有感觉到？好像弯尖这种，因为它粗起来偏粗，但照理来说，我买的应该是一个，应该是 EF 尖的，我看一下，我应该是买 EF 尖的，我正常不会买 F 尖的。因为弹笔的很没我买这么久钢笔真的没有试过缺货啊，然后写一下你看轻轻，还是这样一个问题，钢筋一做的滑的时候跟金尖那种滑，反正不是一种手感，反正很怪的一个手感，反正这次也是偏滑，弹笔的一个笔尖其实我觉得是，就是说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，有时候就是说不知道是不是我用习惯那个欧洲笔的那个尖的话，反正手感是我用的比较习惯。这个国产的这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滑起来的时候滑得很怪，就是很别扭的一个手感，也是一样不会断墨的一个，对，不会断墨，不会飞白等等的一个问题，能看得到这么甩，左右甩都没有问题啊，对吧？都没有问题啊。另外一个轻一点的。重一点，对，反馈还是可以的。出风来讲，我觉得不是很好。出风长时间书写没有什么大的问题，非常就是说，笔杆上面的话就那个还是没有问题的。我觉得很多时候笔尖这个东西吧，还是说你选一个你喜欢的品牌，然后看能不能换上去，然后选一个你喜欢的笔杆，再选一个你喜欢的笔尖，然后就看看那个配件能不能兼容这样子最好。像那个墨匠之前不是有个观众说了，把那个 Caraco 的那个总成换上去吗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明智的一个。决定，对的，好的，那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对，有什么问题可下面留言给我，或者分享你们的想法，对，好的，谢谢大家。